大家好，我是雷子。今天天气有点冷，天已经非常亮了，然后准备给卷子做一个营养早餐，我再去上班。嗯，小丸子也来了，把小丸子抱回来，因为这边胖妹又回来，今天早上特别忙，然后丈母娘把她送过来了。先把水烧开，然后包了卷子，李小波，单手磕鸡蛋，给妈妈弄五个，你吃一个中不中？中不中？好，这样煮开。红糖鸡蛋水，现在已经给卷子做好了，现在都喂它去，让它吃，闻着都香。卷子，起来吃饭吧。嗯。我给你炖了红糖鸡蛋。起来吧。去，穿衣裳吗？穿了。起来吧，慢点。太热了吧，我可能。你弄会儿吧。我把盐刚做好了呀。嗯。咋样，兄弟？食欲咋样？挺好的，挺有食欲的。哎呀，荷包蛋打得挺好的，你看挺完整的。我吃，这家伙厉害得很。嗯。我看你，我把小王子送过去，我就抓紧去上班了。走。哎呀，一会儿你吃个饭。走。别忘了喝药，就搁那儿了。知道了。嗯，我走啊。走吧。